是为您出道后大都是留着飘逸长发，不过他近日为了拍新戏将长发剪短，而且是出道以来最短的短发，超级短的短发发型和过去的他感觉非常不同。27日，他忽然在社群平台晒出一张在家中拍摄的爆炸头丝拍照，照片中他身穿宽松的居家服，脸上画着淡妆。有趣的是，他的头发整个失控炸开，画面相当逗趣。他除了写下晚安的文字，还在照片中贴上许多逗趣的文字，包括自然卷、炸蓬、粗硬发性、我的头发很任性呢，我没有发功哦，离子烫去哪里了。他同时还向粉丝发问，可以教教我吗，似乎是对于无法处理失控的自然卷短发而感到有点无奈，不过照片还是相当可爱呢。Bye.